真系尾场草地赛曾经试过好犀利嘅，全部马匹准备妥当，第十场赛事二班千四米准备随时起步。好，你一开闸醒目精拎慢咗前面快闸嘅马咧，咁啊中间位置咧，咁啊有呢只川河猛驹内栏劲飞翔，中间万事用好快摆到喺前面走添啊，好心思亦都跟得住噶。再喺外边仲有冯来先知最出红福满满啊，内栏咧蓝白格仔衫嗰只紫色眼罩咧就品学兼优嚟噶。再数后边喜年巨星喜多胜出边川河首驱啊，后边四匹马醒目精拎摄咗入内栏，拍住佢王者拍档包咩一对经典王牌同埋金秋嚟噶。好啦，接近呢个香港太远湾啊，万事用好松容咁带咗喺前面放啊，冯来先至跟住第二位啦，再喺外边嘅第三位红福满满，内栏第四劲飞翔，中间红帽第五位仲有好心思啊，内栏蓝白千啦格仔衫咧，仲有呢只品学兼优啊，再喺外边位置黄衫川河猛驹，数后边噶嘛，喜年巨星喜胜多啦，川河首驱，内栏咧仲有黄帽嗰只咧就系醒目精灵啊，后边三只王者拍档经典王牌同埋金秋啊，入正最后直路啦，万事用贴栏接嚟咗半个身位，红福满满喺中间啦，咁啊中档位置咧仲有好心思打冲锋啦，再喺埋边咧就系冯来仙子啊，外边系川河猛驹啊，后一层嘅马啦，先见到仲有醒目精灵嗰啲马，斗到嚟最后二百米啦，红福满满骑几步，走甩咗咧第一个身位，万事用顶住第二位，中间有好心思啦，外边品学兼优同埋喜年巨星一对杀跟上嚟，接近终点，红福满满包揽夜马第二名，万事用同埋喜年巨星两只马系相当接近噶，咁啊结果尾场赛事。呢只红福满满啊，顺利跟手一个比较前列嘅位置，咁啊内栏放头一只啦，紫色眼罩万事用就乏力噶啦，结果红福满满响二班赛抛离对手赢，万事用内栏外边追上嚟系喜年巨星，中间咧好心思啊第四啊，嚟到尾场赛事，梁家俊爆咗呢只冷门啦，红福满满39倍啊，跑第二嘅就系热门嘅万事用啦。第三都是高东尼另外一隻参战马喜年巨星的结果被人11趟晒。马睇睇预计派彩，跑第一名11号嘅红福满满，独赢派394蚊，位置派91蚊；跑第二名13号万事用，位置派15.5；跑第三名4号喜年巨星，位置派38蚊；连赢位11搭13派685.5。三重彩11号、13号、4号派14780蚊，单T派2219蚊；位置 Q 11搭13派212蚊。4搭11派592蚊，4搭13派92蚊。跑第四名系2号嘅好心思。呢个班啦，能够喺二班咩轻榜四连环系派3332蚊。临尾落得好劲嗰只啡格嘅品学兼优就冇咗啦，都可以睇下沿途啲走位啊。佢大冧马运要喺入边就唔系咁好跑噶啦，沿途都贴住条栏。醒目精灵都系啊，选择攞内栏。佢起步慢咗嘛，我怀疑系咪特登 drop？ 睇睇重播，似乎唔系啦，坐一坐就蹬咗落去。巡逻影片啦，咁啊，万事用出闸都好醒啊呢场。咁另外一隻佢扣女嘅冯来仙子啊，骑两步啊，拍住啦。其实红福满满都一路喺开边蚀住嚟跑噶。临尾打下小圈都即系，正如估计咁啊，希望埋得啊埋啦吓。咁但系点都埋唔到啊，都系要三叠。埋唔到，咁原来翻头都够赢。但系都赢甩喎。再数翻后啲劲飞翔好心思啊。不过喜年巨星今日追翻上嚟个势都唔曳啊！即系顾之言路程一定系短噶啦。而家又揾咗个马林正中间嘅位置啊，喺喜胜多嘅入边，再入啲就系洛飞嗰只品学兼优啦。跑啲级数啦，四号就系、是。系啊，呢只就只见都介绍到啦，喜年巨星。其他醒目精灵，骑耐就唔算好好反应啊。好心思嗰啲都系啊，外边嗰啲就更加难追噶啦。今日即系个 A 栏，同步发力品学兼优唔够喜年巨星冲嘅。
再睇第四名张相啦。见到好心思啊，压到只品学兼优啊。我仲未复榜噶。系啊，等紧。复榜完毕啦，派彩作实。位置机十一沓十三派二百一十二蚊，四沓十一派五百九。